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柔软，使身与意如羊毛柔软。一，使自己的内心调柔几近千下，是自己应该学习的事。阿底峡尊者说过一个比喻，如果是修行很好的人，身与意三门就像脚踩在羊毛上一样柔软，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烦恼大作。慈心瑜伽。一，身体柔软是一种福德，如王夫人者，本大国王女，端正无双，手足柔软，贤护长者之子，素服因缘，受天果报，身体柔软，犹如初出新嫩花枝。修炼瑜伽可以使身体柔软，但是前面所指两位却不是勤做瑜伽而得，而是过去是长养慈悲柔和之心所获得的福报。修习慈悲使心柔软，身体也会跟着柔软。柔和心易修行。一，佛菩萨所说的柔软
有柔和、调顺、调伏、不急躁之意。弟子是否具有柔软心，常是圣者是否施教的判断。例如佛在长阿含游行经里，知道安婆婆离女柔软和悦，因盖为薄，亦可开化，即为比女说四圣谛。三，内心柔软不仅令周遭的人和悦，还是修学佛法的重要德性。大家一起说柔软语。一，佛陀与菩萨皆善于言语，柔软和雅，常依柔软语，非粗犷语。一，柔软慈为他人讲。或对苦难众生以柔软音而慰抚之，或是以柔软音赞叹诸佛，或是以柔软音演说法要，利益有情。圣者出言柔和，说话内容能利益有情，完全不是像世间人为了巧取财物，故意用娇柔的声音假情假意地说话。使心调柔。一，心里的贪爱、嫉妒、憎恨等，都是伤害众生的起因。但其实，最先受伤害的是自己。例如贪爱时，自己先受影响而失去平静，
甚至执着到睡不着。2. 儿疼爱是由心发动，借由身语表现出来，所以要止息身语的爱止。首先要让贪着之心转为极静调柔。佛法的万用工具。1. 尽管能将无常业果讲得头头是道，若未能结合羞耻，那就毫无意义。除非让自身行仪非常调柔，才能将听闻的法与自信结合，于己才有真实利益，能生功德。柔软是佛法的万用工具，能融化嗔恨贪执，能守护戒品，能柔法如心，将所听闻教法与自心结合。上善若水。1. 拥有柔软的心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在这人类容易起纷争冲突的时代，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他人，柔软心的培养更是整个佛道修行的重点。有一句西藏谚语这么说，一个修行人内心是否柔软，就能看出他有没有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。可见
心地是否柔软，是修行好坏的重要标准。执心，执心的特质。一，执心者是指诚实率真之心，就是无虚伪、无谄曲之心。执心的人，其心胸正直，光明磊落，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，不少烦恼牵挂纠缠，与人相处也不会刻意攀援逢迎他人，更不会有矫饰、巧诈、虚言附势、暗箭伤人等行为。三，所以执心的人也多倾向心口一如，言行一致，而贪嗔等恶习也较薄弱。佛教的起始精神。一，中国传统儒家所说的君子、儒士，以及中古世纪欧洲的启示，就具备执心这项品格。拥有执心的人，不仅为众人所敬爱，在佛教里的善知识们也都特别喜爱有如此特质的弟子。三，执心的人对佛法的感应会较灵敏，同时也较有善知识源。修行者是否具有执心，对于修学佛法非常重要。
执行者是法器。一，别译杂阿含经言，以执心故得法、得意、得清净佛。有大波涅盘经说，以执心故名佛弟子。华严经诸法界品言，因净之心见善之事，随顺其教增长善根，如依雪山出众宝药草为佛法器，如海吞流。可见具执执心的弟子才能容受正法。如何培养执心？一，宝语经记载，无邪取信得止执心。鸠罗摩什说，执心诚实心也，发心之始始于诚实。这说明矫揉造作禅取正好与执心相反，因此去除虚伪禅取是得执心首要条件。二，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在身与意上要自然率真真诚待人，尽可能放下私欲人我分别。在与善知识讨论佛法时，不可复藏或伪装。三，如此不断提醒自己，久而久之的习惯自然形成个性，这是修学菩萨行者应该做到的。Thank you.
心直路就通了。一，直心的人具备正面的想法，心地直爽，清净柔和。一，流水为玉，如果水道宽阔，没有草石，也没有弯曲，则水流顺畅而无障碍。二，所以经云，直心念道可免众苦。古德也说，一条悬直心，不遭歧路苦。弯弯曲曲的烦恼会产生许多狭隘的心理问题，进而影响良善的心灵生活。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获得喜乐的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，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。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礼拜药师宝忏，恭请慧信法师领众，日期3月24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半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南无三摩地，现日光坛城正法威德如来。